我在前文呢跟大家讲过，新疆并不只有沙漠跟戈壁，在沿天山一带还有大面积的草原跟林区呢，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草场和林场。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南的一个普通的林场里。这个林场啊，咱就不说名了，以免对号入座嘛。这林场与我有些渊源，我的外祖母当年在口里，也就是内地，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这太穷困了，就跟着我的外祖父来到了新疆。当年我母亲也还小，他们运气很好，刚来新疆就入了犹如世外桃源的这个林场。当时这个林场与外界的联系还很少，只有一条小路通到外面，每年冬天大雪封山，这里就彻底与外面失去联系了。林场里最初是蒙古人在居住，后来啊，汉族人迁入的越来越多，渐渐就成了汉族人的天下。尤其是那段贫苦的日子，由于林场里面物资丰富，有娘有油啊，还甚至可以采蘑菇采雪莲，那时候居民生活的倒也非常不错。后来通往外面的那条小路逐渐被拓宽了，林场又大力发展伐木业，把木头再运到山外，致使这里的居民生活是越来越富了。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到林场外的城镇工作了，但是每隔几年我都会去那里玩，对那里的感情也是颇深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我最近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听一个林场里运木头的老卡车司机讲的。这故事发生在1980年，那是一个轰动全场的大事儿啊。那时候外祖母一家已经搬了出来，所以我没有听说。我很庆幸没有听说呀，否则一定会在当年尚且年幼的年纪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1980年刚刚改革开放，山外的城市也在纷纷搞建设，对木材的需求是特别的大。那段时间林场的伐木业非常兴盛，不封山的日子里，每天都会有十几辆大卡车装了满满一车木材，从山里运往各个木材，从山里这个林场啊装满再运出去。当时山里的伐木点都离场部很远，每天一早司机就得开车进山，往往到了晚上八九点才能回来。那年夏天呢，有一个叫小孙的司机像往常一样随着其他几个司机一起清晨开车进山，他们各管一片伐木点，一个伐木点一辆车，早上空车过去，晚上拉着木头回来，还有一辆专门拉伐木工人的车。这天呢很快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卡车陆续就回来了，唯独只有小孙的车没回来。车队长老王觉得蹊跷啊，早上明明跟小孙一起进的山，小孙那片伐木工人也亲手在小孙车上装的货，怎么连那一片的工人都回来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呢？哟，难道这车在中途出了什么状况吗？于是老王跟另外一个司机老周一起开车连夜进山，顺着那片伐木区的山路就这么找。当时啊，林场里的人也没怎么在意，都是认为小孙的车肯定是抛锚了，因此耽误了。第二天半夜，老王跟老周的车也没回来。第二天一大早还没回来，林场的人可急坏了，这一定是出事了。于是林场里组织了十几个青壮年小伙子，开着两辆大卡车就进山找人。晚上这两辆车就回来了，什么也没找到啊。小孙、老王、老周还有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就这么消失在山里了。这林场顿时就乱了套啊，这三个人的家属在厂部门口是大哭大闹，领导也觉得不可思议呀，
生见人活见尸，生见人死见尸嘛，怎么这人说没就没了呢？没办法，领导只好打电话求助县里。第三天中午，县里派来了搜救干警进山救人，林场也组织了大量人手帮忙。这种地毯式的搜索终于有了成果。在通往小村那天进去的山道旁边半公里的密林里，终于发现了小孙的车。但是发现那辆车的干警跟群众无不被眼前的情景所镇住了。只见那辆老旧的解放牌卡车生生地翻倒在一片被伐去只剩空树根的空地上，车斗朝下，四个轮朝上，车厢已经被压得稀烂了。小孙呢，他人却不在里面。诡异的是，这片空地周围的树木都完好无损，也没有撞车的痕迹，从这里到那条山路也没有车辙的痕迹。那么小孙的车是怎么到这林子里的呢？在不撞到周围树的情况之下，这车怎么又翻了180度倒过来的呢？小孙人呢？干警跟现场群众都是非常的疑惑，他们找来了伐木工人，把通往山路所有的树都伐掉，才勉强的把这辆深埋在林子里的车给拖了出来。破损的车厢里什么都没有，连血迹也没有，这就是一辆空车呀。而老王跟老周以及他们开的那辆车依然不见踪影，搜寻队就这么找了5-6天，啥也没找到。这件事儿，县里的公安认定是人口失踪案件，撂在那儿就不了了之了。也是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山里伐木的活动渐渐少了，大家内心深处都是有些害怕，这难保这样的奇怪事儿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啊。通往小孙出事的那条山路也被遗弃了，再也没人进去过。小孙、老王、老周的家属自从那件事情之后就都迁出了林场，不知去了哪里。听说小孙的父母受不了失去孩子的痛苦，都一病不起，不久就先后离世了。90年代中后期，受政策影响，林场的伐木工作彻底被禁止了，林场的人纷纷迁出，人们对这件事也渐渐的就淡忘了。2004年我最后一次去林场，从一个老司机口中听说了这个诡异的故事，他还带我去了那个废弃的山路路口。这条路由于20多年没有人踏入，早就破败不堪。从路口向里望去，里面的树木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好像比别处的树木长得都高都大。这位司机他对我说，现在不知几个人，现在不知还有几个人知道老王跟老周的名字呀，有几个人还在期望某一天他们两个能够开着那辆解放大卡车从这林子里边出来。